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Valve Channel， 我是 Kevin。今天要介绍的是 Source Audio Shoman Mid Foot Controller 以及这个 Neural Hub。前面几集我们介绍了许多 Source Audio One Series 的效果器，像是 Nemesis、C4、True Spring Reverb 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会偷藏一些功能。虽然上面的转钮可能只有三个或四个，但可以透过编辑软体 Neural Editor 解放它们被封印的能力，就像解放鬼神童子钱鬼一样。它每一颗效果器都具有储存 preset 的功能，但在表演中如果想要精准的在每个音乐段落上切换各个效果器的 preset， 一般来说都会仰赖电脑送出 MIDI 讯号来完成。但如果你是那种亲力亲为的吉他手，像我一样，就是想要用脚去感受踩下效果器那瞬间快感的话，那么 Source Audio 之家的 Shoman 跟 Neural Hub 就是你必买的装备啦。Shoman 就是我们所谓的 MIDI 踏板，可以将我们设定好的 MIDI 讯号发送出去，而 Neural Hub 就是一个桥接器，帮我们把指令发送给每一个 Source Audio 效果器。听到这边是不是还是有点模糊，不是很懂？没关系，接下来我就实际的设定及示范给你们看。因为接下来并没有要示范声音，所以为了画面的干净，我就没有使用短导线将它们接起来了。那控制方面接线主要就是用一条5 pin 的 MIDI 线接 Shoman 的 MIDI output 到 Neural Hub 的 MIDI in， 然后用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细细的黑线从 Neural Hub 的 multi-function output 接到各个效果器上方的 control input， 这样接线的部分就完成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操作及设定的部分。设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本体上面操作，也可以在电脑上使用官方提供的 Shoman Editor。 那为什么要使用 Shoman 呢？主要就是它可以让单颗效果器盘的使用上变得像综合效果器那样的方便及多元，而且它并不是只有支援自家效果器哦，它有两个 MIDI output 可以让你一条接 Neural Hub， 另外一条接其他品牌效果器。 Shoman 总共有三种使用模式，分别是 Sync、Setlist、Panel， 按这个 Mode 就可以做切换。在Sync的模式下，可以直接记录当下所有效果器的设定，然后用 Previous 跟 Next 来切换不同的Sync。我已经有预先设定好了几组，第一组是所有效果器都是 Off， 所以我把它命名为 Bypass。按 Next 就可以切换到下一组，这一组是 Tap Delay 跟 EQ， 可以看到 Nemesis 跟 EQ 就变成 On。下一个是 Filter， 除了 EQ 2的参数变了，也可以看到 Nemesis 变成 Off。再来就是 Only Verb， 只有开 True Spring Reverb。 它的设定非常简单，我先按到下一个空白的线，假设这一组我要用 Nemesis Helix， 然后把 Reverb 关掉。再来 EQ2 随便动一下参数，当我都调整好音色之后，只要长按 Neural Hub 的 Save Sync， 这样就都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啊？接下来就是帮这个 Sync 做命名，按下 Edit 就可以进行命名。好了之后按 Confirm 就完成啦。当然也可以连接电脑使用 Shoman Editor 就更轻松了。接下来 Setlist 模式就是可以依照歌曲或表演需求自己排列一组 Sync 的顺序，就像这样。建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先长按 Search 切换到一个新的 List，按 End， 选好要的 Sync 之后按 Confirm。 如果想要拿掉任何一个，就只要按 Remove 就可以了。重复上述的步骤就可以建立一个 Set List 来使用了。最后就是 Panel 的模式，它有许多用法，
这边就示范其中一个用法，就可以把不同的信分别指定到这四个材钮，就像这样。那我们这次来使用 Showman Editor 来做设定，在 Editor 这边可以看到刚刚每个信的档案，点了之后就可以看到旁边数字，就是它的 PC Number， 下面 Panel 加 Full Switch 的这边可以为这一组 Panel 做命名。然后到右边这里把 Switch Action 设定成 Radio， Message Type 选 PC， 接下来就是重点，在 onData0 的栏位，我们要输入想要的信的 PC Number， 这样就可以把四个信分别指定到 Showman 上的四个材钮。 Social Audio 的产品在整合上面做的真的很好，所以你如果是 Social Audio 的忠实用户，拥有多颗他们的效果器，那就可以使用 Showman 跟 Neural Hub 来做整合，将操作的多元性及方便度大大提高。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对 Social Audio 全系列效果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跟代理商海国乐器询问，看看有哪些乐器行可以试玩以及购买。这里是 Bob Channel， 我是 Kevin， 我们下次见，拜拜。